第二十五题，下列各系数画有底线的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氧化剂与还原剂，何种物质所担任的角色与其他三者明显不同 ？A. 漂白剂中的次氯酸钠，我们上课教过，漂白剂中的物质绝大部分都是当作氧化剂，所以这里的次氯酸钠是当作氧化剂。B.包装饮料茶中的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所谓的抗氧化剂，也就是它是当作所谓的还原剂使用。选项 C， 炼铁高炉中的煤焦，这上课也教过，这里的煤焦是要还原我们的铁矿，所以它也是还原剂。选项 D， 使金针花更鲜艳的二氧化硫。那么老师上课教过了，漂白剂当中几乎都是氧化剂，但是二氧化硫是当作还原剂，所以我们看到 B、C、D 都是还原剂，只有 A 是氧化剂。因此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何种物质所担任的角色与其他三者明显不同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漂白剂中的次氯酸钠。